道德丛书，学习妇女故事贤母篇之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老师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，今日恭敬汇报的题目是《道德丛书·妇女故事贤母篇之学习报告》。前言：妇女故事简介。《道德丛书》之妇女故事为全书第二册，包含六大篇章，分别为贤母篇、贤妇篇、孝妇篇、节妇篇、孝女篇与恶妇篇。图一，妇女故事之封面。此书将各类妇女的娇子、孝顺、节义、勤俭故事等收录其中，并录不孝不义、贪妒作恶之反例，能使读者两相参照，更能得其弘扬女德之旨。惭愧学生，今日恭敬汇报的是妇女故事贤母篇中的四则故事之学习感悟。妇女故事开篇首则，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孟母择邻娇子的故事。从此，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母教的重视与推崇。近代高僧莲宗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曾说过，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国家能不能和谐安定，世界能不能太平，女众着实操持了一大半。女子有德，将孩子教导成为圣贤，是为天下造福，为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。中山先生云：天下的太平安危看女人，家庭的盛衰看母亲。所以母教才是贤才未起，天下太平之根本。择邻娇子。《列女传》记载，战国时期，鲁国邹邑人孟轲三岁丧父，母亲贤良淑德，一人负其母兼父职的教养重担。起初，母子俩的住处靠近一片墓地，幼小的孟子与邻居孩子游戏玩耍时，会模仿下葬哭丧一类的事，喜欢学造墓埋坟。孟母看到后说：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。于是
就带着孟子离开，迁住到一处集市边。孟子又开始玩起商人夸口买卖的游戏。孟母又说，看起来此处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。随即便迁移至一处学堂旁边。小孟子开始学完祭祀礼仪、作揖训让、进退法度这类仪礼方面的学问。孟母说，这才是我孩子应该居住的地方啊。于是就把家长久安在此处。图二，孟母择邻。韩诗外传亦记载，东边的一户人家在杀猪。小孟子问母亲，母亲，那户人家杀猪做什么呢？孟母随口回答，想要给你吃呀。说罢就后悔了。孟母心想，自从我怀这个孩子以来，席不正不坐，食物割不正我不食，为的是给孩子良好的胎教。现在他初识人事就欺骗他，岂不是在教他不讲信用啊？于是孟母就去东边那户人家买了猪肉给孟子吃，为的是绝不欺骗孩子。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，子不学断机杼，为历代学童朗朗诵读。孟母长势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女性。想必没有她当日明智的三迁与言传身教，中国历史上也不会有后世追慕为亚圣公的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孟子的诞生。倘若如是，那真可谓是人类的一大损失。自古以来，母教为家庭教育的关键，是孩子同盟养正的根本。古德云，归魂乃圣贤所出之地，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。其中的归魂便是指妇女居住的地方。对此，德国著名教育家弗鲁贝尔也有同感。他曾说，与其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，还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。这些话非常明确地指出，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不仅仅关系到家族的兴衰，更关系到社会、国家的兴衰成败。母亲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位老师，其言行品德、知识教养对孩子的人格与气质的养成具有直接影响。自怀胎起，母亲就与孩子血肉相连。如果母亲思想、言行、邪而不正，
在污浊不正的气氛里孕育，孩子也会时时受到母亲身心邪气、浊气的影响，而导致孕育不良。孟子的母亲在怀胎时能做到席不正不坐，食物歌不正不用，行事恭敬真诚，可见古人是非常注重胎教的。应祖云：“母教第一是胎教，胎教乃教于秉志之初。凡女人受孕之后，务必居心动念行事，为诚为谨，一举一动不失于正，令胎儿秉受母之正气，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，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，性情慈善，天资聪明。”又云：“盖以母贤，则儿女皆贤，在胎则秉母之气，幼时则观母之行，闻母之言，以熏陶于读书之前。”孩子出生后，母亲是与他接触最多的人，日夕相伴，耳濡目染，母亲的言行举止会对子女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我们的老祖宗谆谆告诫世人教育的重要，而至要莫若教子。家庭是孩子受教育的第一场所。优秀的孩子不单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，而是在家庭中由父母培养出来的，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。将孩子培养成明日社会的栋梁，是每一位父母的殷切希望。而一切的根本是德行，德行的教育是实学，好比一棵树的根，至关重要。学科的知识乃知末，所谓的即问之学，有了德行的滋养，它才能茂盛生长。教导孩童，身教更胜于言教。诚如孟母在孟子初识人世时，不愿意示范失信一般。在教育孩子时，父母应身体力行，率先垂范，给孩子做出最好的榜样。《论语》中，夫子反复强调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许多家长认为，《弟子规》只是给孩童学习的行为规范，殊不知大人如果能做出来给孩子看，能更有效地
帮助孩子落实。所以，教育者应先受教育，身教重于言教。除了言传身教之外，孩童的学习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。古代母亲很重视周围环境对孩子的影响。脍炙人口的《孟母三迁》正说明了这个问题。颜氏家训中说，人在年少，神情未定，所与款狭，熏自陶染，言笑举动，无心于学，潜移默化，自然似之。幼时所受的环境影响，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人后天的品性。荀子劝学中讲到，蓬生麻中，不服自直，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蓬昔日长在大麻田里，不用扶持，自然挺直。白色的细沙混在黑土中，也会跟它一起变黑。《墨子》一书中有个墨悲丝染的故事。话说，墨子有一次路过染坊，看到雪白的生丝在各色染缸里被染了颜色。墨子聚精会神地看了半天，然后悲泣地说，这雪白的丝绢丢进黑色的水就染成了黑色，丢进黄色的水就染成了黄色，陆续投进五种染料，丝绢也就变成五彩色，所以染色的时候不可不谨慎啊。这个故事暗喻人的本性就像生丝一样洁白，但一旦受到污染，被染上了坏习气，再想恢复本性的质朴纯洁就很难了。尊敬的晋公老教授教导我们，《三字经》开篇说道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是指我们的真如本性，本性是没有恶的。人与人的真性相同，但习性不同。习性就是染污，是后天养成的。你染污有厚薄不一样，所以它就不相同了。所以，为孩子提供一个尽善的生长环境，何其重要！严厉训子。李景让，唐朝人，其母郑氏，早年丧夫，家贫子幼，独自承担养育三个儿子的重担。他治家严厉，为人聪颖，行事磊落。有一天，他家宅后的围墙
下雨坍塌，发现里面埋藏了许多银两。正是焚香祷告说：“我听说不费劳力而有收获，会给自身招来灾祸。上天定是因为先夫在世时积善于庆，垂悯我家贫困，特赐这些钱财。但愿上苍保佑我这几个儿子学问有成，这些财物我不敢动用，要原封埋藏。”于是随即将银两掩埋原处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后来果然如愿相偿，三个儿子景让、景温、景庄，由于贤母的教导，都进士及第。图三，李母正氏携三子焚香祷告。正氏教子吉言，仅让兄弟三人，直到年老，犯有过错，仍会挨受鞭笞教训。事后改过，一家人又欢喜如初。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时，曾经因为一位副将犯了过错，一时震怒之下，不慎将他杖打致死。于是军心怀抱不平，图谋叛变。李母正氏召集景让于大庭面前怒责说：“你随意动用刑罚，岂只是上负天子，也使老母含羞九泉。你让我以何脸面去见地下的祖先？”说罢举起戈鞭就要抽打景让的背脊。将士们看到这种情景，都感动涕泣，上前多次劝止，并代为谢罪，正氏才答应原谅景让，一时军心就此安定。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李母正氏是一位深明大义、实践高远的严母，一位家境不富裕的寡母，在抚育三个孤儿之际，面对一笔意外之财却毫不动心，实在难能可贵。他所希求的是孩子可以成就道德学问，他日能成圣成贤，而不是荣华富贵。此举对于塑造孩子真善美心灵、贫而乐道的品性影响深远，同时也体现出正氏极强的道义感与社会责任感。日后三子进士着地，位置方正，并以清白著称于世。古时的母亲不仅在孩子年幼时悉心调教，而且
在他们长大成人、步入仕途之后，依然给予他们有益的影响。李母机智地安抚了因愤怒行将发动变乱的将士，将儿子救出困境。李景让一生的成就得力于贤明的母教。古人有训：王化出自闺门，佳丽始于女真。即一个国家的教化出自于闺门，而家庭的敦睦和谐始于女子的贞德，是由母亲所教导的。所以，自古以来，有贤才，必须先有贤子；有贤子，必须先有贤母；有贤母，必须先有贤女。印光大师开示道：教子为天下太平之根本，而教女为尤要。以人之幼时，专赖母教。父不能常在家内，母则常不离子。母若贤惠，则所行所言皆足为法。见闻已熟，心中已有成规，再加以常常训诲，则习以成性。如熔金铸器，模型若好，器绝不会不好。已故，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。今日的女孩，就是未来的母亲。如果不对女孩好好教育，她未来就不会是一个德行兼备的好女人，自然也成不了好母亲。而这从小处说，是一个家庭的不幸。往大了说，是社会、国家的不幸，因为这样的女性不可能教育出优秀的下一代。如果每个女孩都如此的话，天下就乱了。所以，教育女孩的确是一件大事。女性肩负着孕育后代的重责大任。孟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不能传宗接代，这是大不孝。可是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传宗接代？把孩子生了下来，只能说是接代，并没有传宗。宗为何意？一个家族中的家道、家风、家学、家业，这是宗。有了能传承的人，这才是传宗。如果说家道、家风、家学、家业都没有后人继承，就是有再多的后代
也无济于事。这个家最终还是会衰败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继承呢？一定是要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才能继承，这才是真正的有后。尊敬的晋公老教授曾说过，圣贤是教出来的，而且最伟大的是母亲，是母亲教出来的。佛法也是这样说法，子女对父母，是母亲的恩更重，父亲排在第二位。母亲生你、养你、教你，这三个字他统统做到。有圣贤的母亲，才有圣贤的儿女。所以，中国自古以来，教女比教儿子更重要，非常重视女德。为什么？女子有德，教出来的圣贤，不但她的家庭荣耀，她能够造福一国，能够造福天下，这真叫大善大福。这是中国人懂得教育，而且真的落实，真做到了，那是大同之志。教子忠义故事二则。一，唐朝刘元佐任宣武节度使，军事将领。他颇具声威谋略，其母虽地位尊贵，但每月都会支绢帛一匹，用以提醒刘元佐不能忘本。他对儿子说，你本来出身微寒，现在是朝廷使你有如此富贵的身份，你当以死报效朝廷。因此，刘元佐自始至终都不曾失去身为臣子的气节与情操。刘元佐之母虽年事已高，可仍不厌其烦地每月支绢，为的就是提醒儿子心智不可被富贵权势所蒙蔽而忘本。当胸怀报国之志，誓死精忠报国。慈母的良苦用心，实在令人感佩。二，于谭，字思傲，余姚人，是经学大师于藩的孙子，生于三国末期，是东晋时期为维护朝廷统一，屡统军旅，转战各地的将领。于谭的母亲孙氏是吴郡富春人，孙权族的孙女，嫁给于谭的父亲于忠。他恭顺真和，很有德行。于忠战死以后，儿子尚幼，孙氏虽然还很年轻，
但誓不改嫁，决定亲自抚养孩子成长。孙氏持家勤劳周到，性格聪慧敏捷，见识过人。对儿子，从小则是以忠义教导。永嘉末年，于谭担任南康太守，当时杜涛计划谋反，于谭率众人讨伐。孙氏勉励他，定要尽忠尽义，要抱着必死的义节，同时还变卖了全部的财产，用以犒劳战士。最后，于谭取得了胜利。在苏峻作乱时，于谭当时守卫吴兴，领命征讨苏峻。孙氏教诫说，你应当舍身取义，不要因为我年老了，成为你的累赘。随即动员所有的家童助于谭征战，并卖掉自己穿戴的环佩充当军资，还派遣他的孙儿于楚跟随参战。于母具备如此的忧国之诚。后于谭功高，封了侯爵，孙氏被封为武昌侯太夫人，追加金章子寿。孙氏在咸和末年去世，时年95岁。成帝派遣使节调剂，视为定夫人。于母巾帼不让须眉，对国家赤胆忠心。她的坚强与慈爱博大的胸怀，造就了一代名将，亦为国家带来了和平与安宁。可见贤母的教育实可为天下造福。事实上，中国古时尤其尊重女子，主内的工作比主外的工作更受重视。从太太这个称呼中，我们可以对此窥豹一斑。太太这个称呼来自周朝开国的三位妇女，因为她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太字。周族太王古公胆父有贤妃太姜，即太伯、仲雍、季历三兄弟之母。太姜性情真静柔顺，极有智慧，教导诸子，至于成人，从来没有过失。古公谋事，必与太姜商量，随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，他都不辞劳怨，顺从追随。季历继位，又娶有贤妃太任，十载称其端庄成衣，
德行无缺失，即有身孕，即自开始胎教。所谓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傲言，因此而生文王。文王又有贤妃太姒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，武王同母兄弟十人，母曰太姒，文王正妃也。《列女传》称其生十男，亲自教诲，自少及长，未尝见邪僻之事。太姜、太任、太姒这三位妇女，把孩子都教导成圣人。周氏能够维持王朝七八百年之久，都是由其上辈的德育教化而来，绝非偶然。因此，后世尊称妻子为太太，便是从周氏有三位圣人之母而来，是希望每一位妇女能学习三太，以他们为榜样，尽心尽力地教育下一代成圣成贤，做圣贤人的母亲。这个意义多么的深广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当今社会大众在没有深入经典的情况下，却以讹传讹地说中国古人轻视女性。比如一提起三从四德，就认为那是封建糟粕，是用来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。可是我们了解它的真实含义吗？三从出自仪礼丧服，指女子未嫁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老来从子，或夫死从子。后世望文生义，将其中的从字解释为服从，于是误导了大众对这句话的理解。从字在古汉语中有追随的意思。三从的本来面目是女子未出嫁前追随父母，由父母负责教养，出嫁后追随丈夫，由丈夫负责生活，老年追随子女，由子女负责赡养。四德出自《周礼·天官·九评》，指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，是说判断一个妇女是否优秀，一要看她是否具有良好的品德，这个最为重要。二是看她讲话是否有口德，并非注重口才。三要看她仪容是否端庄，并非注重美貌。四
要看他处理家务、相夫教子的能力。就现代社会而言，以这四项标准来选择太太，也是不会错的。孔子家语中记载，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，敢不敬于？夫子说，妻子是一个家庭的主要角色，怎敢不恭敬呢？结语，大同思想最早出于孔子，《礼记》中之《礼运大同篇》，短短107个字，为人类描绘出大同世界的美好景象。大同世界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，孔子之言不只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愿景，而是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做，这个愿景是可以实现的。《礼运大同篇》中说道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意思是男人有男人的本分、地位、责任，为国为家要尽应尽的义务，妇女有所归宿，相夫教子，做个贤妻良母，这是女人的责任。个人安居于自己的岗位，不错位，不可男女互相争权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各有所主，各有所守。在五伦关系中，夫妇有别是至关重要的一轮。别是指不同的任务。女主内并不是老祖宗重男轻女，而是分工不同。一个家庭不外乎有两大任务，一是经济，二是传宗接代。男女生理上特点不同，所以男子挣钱养家，主外比较合适。传宗接代全靠女子，这是男子想做也不容易做到的，所以女子主内。双方密切合作，把家庭建设好，把孩子教育好。古人比喻夫妇如天地，夫在前位，前为天，妇在坤位，坤为地。在天的人要修自强不息的德行。《易经》有言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在地上面的要修厚德载物。地是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是乾坤二卦所呈现出的道理。这种道理顺乎自性，并不是人为的规定，能遵守
世界就能和谐。应祖教导云：圣人所谓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。正位乎内者，即实行烹饪纺织、相夫教子等内事，经令女人改任男子之事，则女人正位之事荒废，家事无人管，子女亦无人教，其害无穷。名为抬高女人人格，实则不但推倒女人的人格，并家庭基础而易破坏。当今社会提倡男女平等，男子能做的事为何女子做不得？于是女子已走出家门，与男子竞争事业，力求成为女强人为荣，将孩子交给保姆、电脑、媒体和补习班去教育，付出的代价是下一代失教。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文化中，谆谆良善的母教，为国家、为世界培养出如孟子、李景让、刘元佐与余坛这样的圣贤与社会栋梁。今日的孩童，是明日世界的希望。因此，每一个家庭都应把教育孩子置于首位，而其中母亲的责任最为重大。最后，惭愧学生向诸位长辈敬呈一颗美丽的水结晶，这是华严实验室所做的一项水实验，水看母亲教孩子读书图片后所形成的结晶体。图四，水看母亲教孩子读书图片所产生之水结晶。那美丽亮洁、晶莹剔透的结晶体，仿佛在为我们诉说母性的光辉与母子之间的亲爱。以上是惭愧弟子恭敬学习《道德丛书·妇女故事》贤母篇之粗浅心得报告，定有错误之处，至诚祈请尊敬的师父上人与诸位大德老师会与批评辅正，无尽感恩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如意，顶礼叩诚。如意同学，这一篇读书报告写得很好，中国的社会在100年前
大家对这桩事情还非常重视。满清亡国之后，中国这块大地首先是经历军阀割据啊，接触中日战争，到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，战争当中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亲身经历的啊，苦不堪言。我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安定的环境读书，啊，时局紧张时候，要知道这个战争是8年战争，不是短期。啊，我们读书的机会就没有了。政府想出一个补救的方法，那就是国家办学。完全公费啊，照顾这些流亡学生啊，天天在逃难啊。我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半啊，曾经在国家办的这个学校念过一年书啊，那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过到最幸福的生活啊，老师让我们一生对老师感恩戴德，永远不会忘记。老师照顾我们这些流亡学生，真的尽到责任啊，让我们亲身感受比父母照顾的还周到啊！老师确实做到了，身心研究啊，能够明白一点道理没有把路走差了老师的教导啊，这样的老师在这个时代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那个时代的人有道德，有品性，有使命感，啊，把学生当作自己亲生儿女。啊，希望他们下一代能带给国家社会安定和谐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许多外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羡慕啊，还有专门研究文化史的，像英国汤恩比这一类人啊，他们认为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就是当前的社会问题混乱到基础了，在这个地球上史无前例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现在读了这一篇报告，我们明白了，母亲没有了，
尽职尽责任的母亲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女孩子从小没有学过，没有听过，没有看到过。啊，那么现在文字改成简体字，这个道德丛书是文言文写的，那现在看不懂了。所以瑞典的汉学家，欧洲人啊，他用的中国名字叫高本汉，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，文言不能废，经书必须读，啊，要注意，他提的是经书。中国的典籍分为四大类，叫四部：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啊，这四大类里面特别指出经书必须读，为什么？经是圣人的作品。什么叫圣人？用佛法来说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这叫圣人。啊，在佛教里面就是佛菩萨，佛是大圣，菩萨是小圣。明心见性的人，就像六祖能大师所说的，自信本来具足啊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所以大乘经典里面说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。啊，中国圣贤教育跟佛陀的教育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道路，同一个目标，都是圣贤教育，佛菩萨的教育，佛是圣，菩萨是贤。啊，圣贤教育不同于现在教育，现在教育是知识，圣贤教育是智慧，知识是可以从外面学的，智慧是从内里学的，不从外，外面没有。啊，所以西方人有技术，有科学知识，没有智慧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他有智慧，对人类有害的东西，他决定不干。啊，对于原子弹怎么造法上，他绝对不会发表，不会告诉人。啊，不是，那是有害的。啊，今天农药里头，农药化肥，啊，改变基因，他们绝对不会说出来的。啊，他们有良心。凡是有人类有害的，他绝对不肯看。知道也不干了，贫穷也不干了，啊，所以这些人留下来的典籍称之为经，经就是精华当中的精华，决定没有糟粕，
为什么？胜于一切的，不是凡人的，我们对他要有信心的啊！所以学中国传统文化，条件是真诚、恭敬。那现在对所学的典籍不恭敬，怀疑他，他还有造本。那对于传道的老师不恭敬，没有真诚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孔子、释迦今天出世教大家，也找不到学生了。到哪里去找学？找这样的学生？真诚心、恭敬心。啊，年岁稍稍大一点，杀了十几岁，懂事了，有使命感。为往圣继绝学啊，这样的人有没有？不能说没有，太少了啊，这样的人才能继承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他才能欢喜接受。用在自己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待人接物上，法喜充满，不亦乐乎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过去人厚道，讲求伦理道德，不敢违背，所以社会祥和，纵然有灾难也能平安度过啊，八年抗战是这样的，我们还能平安度过啊，现在比那个时候苦啊！虽然物质是这个科技发达啊，收入多了啊，可是过的生活的品质比不上从前啊。抗战期间的艰苦日子，那个里头有人情味，有乐味，有趣乐趣。啊，人有德，啊，像这种道德丛书、浅显的文言文，一般人都能够读，念得通，啊，都能够懂得的意思，而且都能够接受，啊，现在说不行了，像这种浅显文言文，没有人能读。啊，而且的时候接受社会这个感染，对古圣先贤怀疑啊，他读这些书不但不能够像我们同学这样感受，他批评他没看懂啊，他排斥啊，这就是让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社会生活没有安全感，不如这八年抗战比那个时期有很大的差距啊，所以我们同学这部书是好书，我得到之后看到是红花社出版的，印光大师那边的印的
啊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啊，交给印刷厂、也这些书店印了10000套，希望我们同学们认真学习。啊，它是故事，真人真事。啊，我们读了很受感动。啊，都是我们的典型，都是我们的模范。啊，我们从这部书里的学文言文。这一篇文章希望也放在我们的频道上。啊，希望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读这部书，啊，这也作为介绍道德丛书，啊，让大家对他有认识。功德无量啊！我们看第二篇。晋中学院道德讲堂学习心得报告，谢凯全。首先，要感恩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所流传给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以及感恩道德讲堂上上下下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因为有您们的付出，让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以及世界和谐有了进一步的改善，在此深深的感恩。在还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，真的不了解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，心里就想，这个传统文化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？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前，凯全生活